大家伙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齐鲁频道的舞动之星拉呱节目，今天会给你做一个重要预报。那么今天在现场呢，我们来了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，给我们带来一个健身，不要让他跑啊。继续说，继续说。说呀，反正每天那个导师都是在这个跑步机上完成的，特别的不容易。对，特别的不容易。我觉得你刚刚跳那个舞蹈特别好。哎，有创意。动感，创意。嗯。我们都得试一试。哎，教教我们吧，教杨哥。我可以教一下你们，从基础开始。好嘞。我觉得杨哥特别适合。那就从杨哥啦。对。必须要站在这个跑步机旁边。好，可以慢慢加一点。哎，怎么那么复古？就是给这种音乐，怎么到了杨哥变成这样的音乐了？一年有365个日出，我送你365个祝福。扭起来，扭起来！四年，加油，杨哥！什么鬼？加动作，加动作！马上冲了啊！冲线，冲线！来注意一下杨哥脸上的皱啊！快乐了，好，王杨鼓掌！我变飞龙的外号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孩子，天！很好，很好。你要来要结束动作，最后结束动作，来，三二一，哎呀，不错啊，再见。好，很棒哎，不错啊，这个王杨也不错，好难啊，没有想到你会完成的这么优秀，好难，好难。接下来该你了，没有天赋，没有天赋，来该你了。